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真理？恍若所有思绪烟熄火，是悲泣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皆输赢生而起。前生今生来生与你相遇在每一个梦里，拂袖缓慢牵流影，掌心微光谁眼中倒影，回眸不舍离去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起，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。给过我世间最纯洁无私的爱，是梦，是真，是甜，我只愿能和你再相遇一次。长虎哥，哎，还有多久回到夏侯府啊？大约还有两个时辰便进城了。好，小姐，你别着急，今晚的簪花宴肯定来得及。你呀，比我还着急。小姐，又在看什么书啊？我在看，你看，这个是龙王，这个是凡间少女。他们经历了千难万险，终于幸福地在一起了。小姐，拦住他们，快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前面冲出来一群流民，我们的车马被拦住了，我先去看看。流民，你别在前面，你往前走吧。你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出去，别过来。刘英，刘英，别过来，离远点，你再过来我打你了。我真打你了。你要吃这个？哎，你等会儿。慢慢吃，给他们分点。这些难民真是可怜。小姐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我脚不能动了，我帮你看看。好。小姐，那些流民都散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小姐，你这脚好像扭伤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那今天肯定参加不了簪花宴了。这附近只有些农户，
要回到城里才能找到大夫。我有办法。长福哥，哎，刚才在路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些栀子花树，你去摘一些栀子花的果实，再让张叔去附近的农家买些鸡蛋、面粉和酒给我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嗯。小姐，你准着点啊。刘莹，你这弄的什么药啊？真的能治我的扭伤吗？小姐，你放心吧，这是我小时候我爹教我的，保证有效。好了，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像真的没那么疼了。刘莹，你真的神啊！这下好了。小姐又能美美的参加簪花宴了。你就别拿这些胡说八道的书当宝了。世间啊，要真有龙，能让我们这些凡人看到啊？小姐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或许有一天，我真的能见到龙的脸。是有，以后你就嫁给龙好啦。恭喜龙王度过第二次天劫的九道巨雷，不过您常常化作人形，却忘了穿衣，实在是不妥。若是女子，恐怕要被你吓得花容失色了。我这龙隐池哪来的女子？此处只有你我二人，星君何必见外？莫非是怕自惭形秽？你呀你。
心脉还是伤了，不过小伤而已。小伤？恐怕无法再承受数日后的第三次天劫了。唯差这最后一次，我便能飞升真龙上仙。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你呀，还是别逞能了。如果能用上古金甲护身，定能度过此劫。天庭中被盗的上古金甲，你知道下落？此金甲落在天魔双煞手里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拿到。好，小青鸟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来帮你上药吧。再跟别的小鸟打架了，你要是再受伤，可能就遇不到我了。回家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要送我花吗？原来是想跟我换桂花糕啊。这个人类身上有种清凉的香气，好舒服啊。别怕别怕，
姐，你慢点啊。没有想到我们后山的落英谷这么美啊，就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好美啊。小姐，你看这里这么多落花。小姐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只有我摘的这只才好看。都好看。什么声音啊？小姐，你别怕啊，我去看看。慢点啊。受伤了，受伤。哇，这小蛇好漂亮啊！再漂亮也是蛇呀。这么漂亮的蛇，一定很珍贵吧？我们把它抱回府里救救看吧。啊，我抱啊？这蛇是会咬人的。我小的时候，从那之后我就特别怕蛇。我爹从南陵带的百毒膏，你带在身上了吗？嗯，你把它抹在身上，蛇不会咬你的。你看，这么漂亮的蛇，你要不救它，它就死了。你忍心啊？好吧，小蛇啊小蛇，我可是来救你的，你要乖乖的。不许咬我！好香啊，真舒服。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冰啊？你别咬我！它很乖的，不会咬你的。小姐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这是做什么？这凡人居然敢让本座住笼子！我不是故意把你关在笼子里的，我只是胆子有一点点小，把你放在这里，我比较安心。你这么不喜欢待在笼子里啊？那我把你放出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可以咬我。
喜欢你的小窝，喜欢我的棉被。确实很舒服。那是我的枕头。算了算了，那这几天床就让给你，我睡地上。不过我的被子要还给我，这个给你，你就睡这吧。是我爹爹的独门疗伤秘方，我爹可是外伤圣手，要不是他去世的早，爹爹一定是去当了神仙，他肯定还在保护着我呢，不然我怎么进了夏侯府？跟小姐一起长大。浑身银白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小白吧。小白。小白，吃午饭了。嘿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鹌鹑蛋哎。生蛋羹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这个才是你的。真怪。小白呢？你怎么受伤了还能跑这么快啊？啊，我的蒸蛋羹。你怎么喜欢吃熟的？小姐，这些你都不吃了？那我收起来了。这全府上下就属你最馋。啊，不是我，是给我那天救急的小蛇吃的。好，蛇吃糕点啊？蛇不是只吃生肉、生蛋什么的吗？其实我也奇怪，这条小蛇只吃热菜和糕点。不吃生的。哦，那你没问这蛇它喝不喝茶，喜不喜欢吃糖啊？我这倒没有问过，不过我们可以试试，可以给它吃那个老爷带回来的那个榴莲糖。你说这个吗？我爹说这榴莲果是南洋来的好东西，就你这啥都会嫌弃。
小姐，嗯，我要不要下次把那条小蛇带过来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不用，我娘说了，这小白蛇也没什么珍贵的，以后治蛇的事你就不用跟我商量了。哦。小白，看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啦？小白，你看我带什么好东西给你啦？你看，荷香酥饼、玫瑰糖糕，还有你喜欢的蒸蛋糕哦。怎么啦？你不喜欢啊？这些可都是小姐的晚膳。啊，你是不是嫌太腻了，想喝点茶？我给你倒去。全都吃了。你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糕点，你不会噎死吧？知道了，你原来是不肯在我面前吃东西啊？就你这么点儿的小蛇，还怕吃相难看啊？哦，用过晚膳，来吃颗糖。嗯，你这么喜欢吃啊？这是什么怪味道？弄吐了！哎呦，再喜欢吃也没有用了，这可是小姐的。不过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下回我请李婶做榴莲糕。她这么盯着我，我怎么吐啊？那好了，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我们该睡觉了。今天我就睡地上。床就让给你了，不过我不是怕你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你是男是女，万一是男的呢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授受不亲是什么？难道是要本座亲的？嗯嗯，只为寻觅着你，恍若所有月明圆缺或是阴晴，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花雨，眉目缱绻中枯寂，指尖的瞬息使得你一颗泪滴。若忘川的涟漪随我心，是否只为不忘记你？恍若所有思绪怜惜或是悲戚，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皆输应声而起。前生今生来生与你相遇，在每一个梦里浮
袖缓满天流影，掌心微光谁眼中倒影，回眸不舍离去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起，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。居然抱着本座，你眉间风霜雪染解不开之缘。